所以说，你们是从世界之外漂流来的。但在你们想要离开这里，前往下一个世界的时候，却有陌生的神灵拦在你们的面前。外来之人，你们的旅途到此为止。什么人？天里的维系者，在此终结人之子的剑雨。就这样，陌生的神灵带走了我的妹妹，我也被神封印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曾经跨越诸多世界的我们，受困于此。那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醒来以后，我总是一个人流浪，直到两个月前遇到了你。那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大概已经淹死了，所以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。该出发了，我们走吧。